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96期的节目。周末的晚上呢，抽一点点时间呢，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老物，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年代的玩具。那它的话呢，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啊，还有这个朋友们呢给我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料之后呢，这个应该是用 BW2 里头的 Starscream 下去重涂的。那么这款玩具的命名呢叫做 Smoker Sniper。这个玩具的话呢，大家也知道，这个系列的原则上不是我手背的范围了啊。这是一位叫做凡夫俗子的变形金刚大陆朋友所赠送给我的。上面的时间呢，居然已经是2018年10月31号了，已经是2年前收到他的这一份礼物。我是把它收在这个盒子里头。那这两天呢，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呢，赫然去看到啊，那我突然觉得过意不去啊。收到了这么久呢，却没有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做分享。其实手边还有好几款，都是迷友们赠送给我，但是可能就一堆啊。有时候，新品的关系啊，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缘故呢，这些玩具有些呢，就我真的是可能从来就没有把它打开来把玩，就这么样的话呢，就尘封在箱子里头去吃灰啊。这个呢，也跟各位说声非常的不好意思啊。但是你们的心意的话呢，我是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感激。节目做到现在9年多啊，再过2个月的话呢，就会满10周年了啊。那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各种相伴支持。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上面都是，应该这个日版呢，有说明书也都是日版，以及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合体的。至于合体的这一款，合体的那一款的话呢，是一个像是 B2 轰炸机的东西啊。这个，可能。做这种老物的话呢，可能勾起老玩家们的一些回忆，可能会把你童年的一些记忆呢给带起来。那大家生活忙碌啊什么的啊，能够呢就是透过别人的影片啊，去想到说你可能也玩过什么玩具呢，让心灵平静一下啊，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啊。特别我们的节目是非常适合在深夜的时候去看的啊，就。看完之后再运动啊，还是运动完之后再看啊，都可以的啊。那么这个看到，刚好看到这个啊，最近 Kingdom 的话呢，也是，会有新的这个类似于 BW 的一个模具呢，会做一个新的诠释。那这上面的话呢，刚好都有一些啊，也是变形成动物的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变形金刚的话已经35周年以上了啊，非常非常多人的一个各种世代的人的回忆吧啊。好啦，我们回到玩具的身上了啊。这是一款比较老的一个模具啊，那手上拿到的话呢，以单纯来讲的话，是这个手臂的话呢，拿起枪的时候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不支撑不了那么大的一个力，中了枪。那它是有副子弹的，那这个弹射力度的话呢是非常强劲的。再按一下，你看这个射程的话也是非常给劲的。那身上有一些透明件，最明显就是这个眼睛的这个黄色的透明件啊，非常的漂亮。那么身上的话呢，关节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有几处是比较。与众不同啊，像这个地方靠的是这里的紧实度，它跟身体是没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但是说明书啊，官图拍得非常的漂亮啊，让你看不出来那里有个间隔。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脚的话往前后踢，这个地方呢，变形的时候需要做个调整，所以它有一点小内八的感觉啊，你可以这样子做出一个非常奇葩诡异的动作。腰身不能转之外呢，拳头也是没有拳头的啊，这个拳头的话直接做成一个小臂里头的一个孔洞。那它还有另外一块这个配件啊，那这个配件就是可以讲也是类似握持啊。我看到这个透明件的时候呢，我一度以为是不是像这个银河之力一样是一个钥匙孔可以插的啊，但实际上的话呢，身上却找不到那种位置啊。那整个一个玩具的造型的话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变形成一个飞机啊，你看到吗？这个前方有一个非常狰狞凶残的一个狂派的标志嘛，而且在这个可以很狂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侧边的话是一个比较小可惜，脚掌的话呢感觉是也是比较丑一点点。不过 anyway 这是一个很老的玩具了啊，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玩具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这地方打开的话，有没有我们前一集做这个 Top Gun 跟 Transformers 联名的那个玩具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个转轴的话呢，给它旋转180度，做一个转轴。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地方蓝色部件跟本体部件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的，一样把它给翻开啊，一样的，先做一个整个的一个翻折。飞机的顶部的话呢，就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它的手部的收纳呢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技巧的啊，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手臂往上折，之后是折到这个位置上面，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小臂的这个地方不是刚好有一个缺口吗？这个缺口的话呢，就去按在这个蓝色的部件，暂时先放到这个位置上，以及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翅膀这个部分折到上面去，然后呢捏着这个地方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我感觉是比较紧的，捏着它，然后直接整块的呢往上翻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上方的一个变形，就算 OK 了。这里的一个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给转到这个方向，再把这个翅膀的话先转过去，捏着它的情况下呢来做一个整个往上翻啊，可能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么呢这个整个飞机的上半部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啊，那这个转轴的话就把它转正一点，接下来这个变形就非常简单了啊。这个可能是个马克罗斯的形态，但它这个手臂呢没有办法放到正常的位置，所以我就不做展示了啊。然后呢把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凸啊，这里不是有块凸吗，对吧，这里然后内部是有个洞，这样把它给扣上去。不过这个凸跟凹的结合呢感觉是就是比较是小日本动作片那种感觉啊，就感觉就是扣的也不是说非常的扎实啊，而且三不五时是会滑出来的啊，这个感觉就是我形容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呢最后的话就是好扣上了啊，但是还是稍微有点小松动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把什么呢，把它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武器的话呢给安插到侧边来，这个感觉的话呢玩具的一个这个看头的话呢会再更强势一点。那么由于它这个本身是有一个弧度的，所以它这个枪的一个装到飞机上面之后呢也是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感觉。子弹的话把它给捡回来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子弹啊，这个扣进去的时候是有一个滑槽的啊，如果没有对滑槽的话是扣不进去的。那么子弹的话呢也曾几何时的呢在很多玩具的一个在很多玩具公司的这个企划书里头都变成历史了啊，就已经不再附送子弹了啊。那究竟是省成本呢，省那一条弹簧呢，还是怕弄伤小朋友，还是怎么样？ Anyway， 我是觉得呢，一个玩具的话呢，有个弹簧的话呢，是有个子弹可以发射，还是比较完整一点的啊。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底盘，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起落架的啊，前方有，以及脚的内部也是有的。但这个脚的内部啊，你要去抠出来的话是比较不是那么顺手啊，但是你就稍微的去 OK， 今天抠的不错啊，今天抠的不错。好的，那它就是一个底盘，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一侧的话是一直抠的不是很紧啊。 OK，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我们可以很平整的放在桌上。那么配色也是很好看，很舒服啊，这个蓝跟黄的话呢没想到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搭配。它叫做 Smoke Sniper， 我不知道跟 Smoke Screen 是有什么关系，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啊，毕竟是一个狂派一个博派。但是这个配色也是对吧，这是蓝，主要的一个配色是蓝色啊，不晓得这个误极了啊，这个反正我就是为了把那个地方扣紧，结果它就误极了啊，这个 OK，Anyway， 行吧，有点小疲劳了啊。那它这个狂派的标志呢就是比较可惜，它是在内侧啊，如果能够在外侧的话可能感觉会更加的凶了一点点。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Smoke Sniper。 那么感谢凡夫俗子这一位变形金刚同好朋友啊，大家这个千里之外的一个缘分吧，透过玩具呢然后在网络的世界呢就是建立起我们的一段灵魂上的一个交流。那就也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跟很多人都做灵魂交流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